大家好，现在继续我们的拳皇2002风云战绩加长版的节目。现在是 EP 的选择，这个李梅二库拉，哎，小冰女啊，李梅上去就是一个穿心腿啊，崩一下，二 P 的血量现在已经是多了。哎，这两个人物都是我非常喜欢，非常喜欢的人物。哎，再次抽下盘。库拉被撂倒，这个李梅是非常的强大。现在我们看这个，哎，这个夏尔米也是很对的，总是推这个能量波。哎，李梅比闪身过去又是拖下盘，再次拖下盘，完，哎，夏尔米爆摔，直接摔倒。哎呀，直接偷下盘，又来一个穿心锤，崩一下，直接夏尔米就挂掉了。哎，现在我们来看真物。哎，这是草剃啊，草剃，是我失误，草剃。哎呀，没上去就是连，这是又另外一套大招啊。这一套大招疯狂了，56连，直接56连，草地被崩的是快要死了，又接大招，再次接起了大招，又一个穿心腿，感觉二 P 被灭的要挂掉了，被